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爱上一朵小人儿。你们呢，有没有玩过造景手账呢？反正呢，我是第一次接触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造景手账贴纸吧。Let's go。哇，好多！看，夏日妹妹套装胶带，四个颜色，最喜欢的蓝色也有。很多场景都用得到，都是格子的。下一个是一卷胶带，叫幻想泡泡。看，有狮子，然后有小熊，有房子，有车子，这样的胶带还挺好玩的。下一个，图图烤布丁，只剩贴纸本了。里面呢是一个一个场景，然后里面到了这里就是一些人物啊，直接就可以拿下来都刻过的，然后有不同的色系。看最爱的蓝色，然后后面有很多云朵，这本还挺好玩的，爱了爱了。哇塞！哦，还有一本是绿色的，萌系收藏家，这个呢也是一样的，前面几张都是场景，后面配的是贴纸，贴纸部分还蛮多。这有气泡，还有英文字母 Happy。 这是啥呀？胸针，妈妈说这是卖家送的，还不错。后面剩下三个胶带啊，这两个就是地板吧，卡其色地板，橙色瓷砖。最后一个它叫童话故事，也是造景胶带，它好像是窗帘一样的粉色。好，这些呢就是妈妈给我买来做造景手账的素材啦，好想试试看啊，迫不及待啦，那我下次给大家拍一期吧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啦，喜欢我的视频不要点赞关注加评论哦。